上月，李某某等五人涉嫌犯强奸罪一案庭审结束，法院宣布将择日宣判。李天一一方则坚持无罪辩护。日前除了陆续曝光的案件细节外，李天一涉案时是否成年也一直是案件备受瞩目的焦点。近日有网友爆出李双江于2002年在河南省妇女联合会杂志《妇女生活》2002年第七期《家教的关键是塑造孩子的性格》一文中，李双江对儿子的描述为：我儿子叫李天一，小家伙圆圆的脑袋，胖乎乎的脸蛋，乌溜溜的黑眼珠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很可爱。他聪明伶俐，今年才8岁，正上小学3年级，能背200多首唐诗，唱几十首歌曲，画也画得不错，被大家称为小天才。由于我和妻子孟哥都很忙，儿子是由他姥姥带大的。经网友推算，若文章为当时的2000年撰写发表，李天一涉案时就已经成年；若文章写于发表日期前，李天一更是大于国家法定成年的年龄界限。